大家好，今天用我其中一个 Sammy 来拍一集专业好评不断、风华绝代的国际设计师第一个客户作品。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设计师，我要先去寻找我的客户。不对，我找不到客户房子的门，呵呵，不愧是我的 Sammy， 比我先找到了门。先跟客户打招呼，大家伙什么都不专业，他似乎不太想理我们，那我们换个客人打招呼。大哥，你竟敢直接无视本座，小心本座铲平你这片土。算了，本座不计较，正事要紧，先看看你的喜好，我们先来讨论你的想法，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我想要偏向男性的风格，我给你看看这些例子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，对吧？那当然，你也别太小看我，多亏我不耻下问，终于问出了三个客户的要求。只是为什么一个厕所和 video gaming 甚至是 gardening 有什么关联吗？难道你们想边上厕所边玩电动游戏和园艺吗？没关系，听着行。终于问出了他们讨厌的颜色，感觉没什么作用，你们还不如给我你们喜欢的颜色。先接个电话，妹妹来电了，这个问题我肯定选 A。 原因，游戏社牛粉社恐，我也不懂是哪一间厕所需要重新装修，先来观察哪一间厕所我比较好发挥，还是楼下这间吧，空间大，单调，前后对比才会有差别。先来拍个改装前，再送走客人，开始吧。打工人，先卖完这些旧家具，再来选一个壁纸。你们讨厌紫色的话，那就选蓝色吧，因为我喜欢蓝色。现在来选地砖款式和颜色，一样也是蓝色，因为我还是喜欢蓝色。刚刚忘了卖掉这两个马桶，现在选一个新的马桶，摆在哪一个位置也是一门技术。洗手盆也跟着黑色吧，再配一个黑色的地毯。些许强迫症，小孩也用黑色的马桶吧。再来一面黑色的镜子和黑色的浴缸，再选一个黑色系列。很好，是我喜欢黑色系列，大功告成。现在来拍个改装后的模样，人有三急，他想借我的新厕所，刚好都在弄，顺便吃点东西垫肚子。这是别人家，还是随便吃点比较好？我真是出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怀孕上班真的太容易饿肚子了，赶快吃完，免得被客户投诉。先打电话叫客人回来。Oh boy。你吃的可真悠哉，反正吃饭大过天，吃饱了先出去迎接客人。哦，不对，是欢迎客户回家。前面几个人没闭眼就进去了，惊喜都没了。好吧，现在才闭着眼过来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从前的站位子到现在的大浴缸，从前的小马桶到现在的大镜子洗手台，从前的纯白灯到现在配得发光的高级马桶。不是吧，竟然是这种反应，你们是哪里不满意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有放原来的盆子和电玩产品吗？我不信，让我继续为你们介绍这些产品的配色搭配，出自我手，绝对好看。看起来经过一番详细介绍，你们很满意的对吧？还激动的拍手和尖叫。果然还是需要我来解释，你们这两个又是不满意哪里的？是这个马桶吗？
算了，赶紧给出最终结果。终于有个人给出最后答案了，快跟着他。陆续好像也都有最终结果了。怎么样，你满意这个改装吗？好吧，他不满意。那你们俩呢？你满意吗？你看我的样子，像是满意吗？那你呢？我很不满意这个，但门没什么改变。难道我的设计那么让人难懂吗？你的意见呢？哎，还行吧。这位生气的哥们，你还好吧？看起来他气得不轻。哥，你也不必愁眉苦脸吧？还有你呢，需要那么愤怒吗？他的表情告诉我一切了。好吧，设计是真难啊，这个不满意和那个不满意，这一趟亏了还没赚一分钱呢。 A few moments later, 刚刚还没叠加时他们竟然找我了，只好展现我除了设计以外的天赋。还要个孕妇救火呢，呵，烦人了。Thanks for watching.